我发布了首张音乐 EP风暴眼之后呢，也是备受好评。组合还演唱了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冬奥优秀音乐作品歌曲《新时代冬奥运》，承载社会各界对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热切期盼。成团之后呢，先后担任了非遗新推官、保护长城大使等等职责，通过国际团体的优势，让中国文化薪火相传，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。所以今天晚上在我们格罗利亚第28届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呢，我们也要共同向少年们点赞。当然啦，这是成功的过去，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，相信少年们也会继续解锁他们更多更多的可能性。是的，那特别要恭喜的是 Into One 啊，今天晚上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应该也非常的值得铭记，因为这是成团之后的首个音乐类的奖项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最近也是刚刚庆祝了200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要跟我们来分享吗？其实我们的变化就是因为随着第二张专辑的到来，然后我们也越来越有成长的方向了，我们也找到越来越适合自己的方向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还可以期待第二张专辑的到来，因为我们真的有在用心的准备，然后其中呢也有很多咱们中国风的元素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哦，很快二专就要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很多记者朋友们啊托我转一句话，谢谢你们的暖宝宝，太暖心了，太温暖了。今天是那接下来有一个考验要考大家咯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棒，所以各位不能商量，不能讨论，在我倒数3、2、1之后一起摆出一个最棒的动作，看看你们之间是否有默契了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哇哦，好有默契哦。再一次谢谢 Into One， 也恭喜 Into One， 谢谢，恭喜。是的，我们拭目以待稍后在这个舞台上的精彩表演。谢谢，稍作休息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稍后继续啊。谢谢。好，请稍事休息。是的，那在我们的舞台上，我们更期待的就是炸裂的表演了。